三小，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《黑暗灵魂三》。让他过来一点好了。他如果能把我骗到这个转角的话，他没有办法。好，在体力不够的情况下赢了。长剑，下去看看吧。刚刚走那条路已经走到一个程度了，这都被打爆是不是？我就知道你想要赚钱。看穿你了。这样就下来了耶。想办法不用回来红打一下，朝他滚的时候应该就不会被攻击到，所以我不能习惯性的按了两下滚。
是一个坏习惯。没关系，只要我能收到刚刚的魂，就算是有收获。等一下，这次跑过去就好了。这边有密道，有盾牌跟斧头可以呢。好。哇，喝太多了，我的损失很大。哦，右边我刚刚去过了，刚刚一进来的右边嘛。那一条路的话，我去过了，我没有拿到什么斧头哎、欸。然后下面好多怪哦。这里吗？那我是不是应该要再去一次？斧头嘞，先换盾。这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他会写叉叉啊？可是他说我能力不足哎、欸。为什么我能力不足？这个技能又变了，变两个都是啊、哦！因为我能力不足，所以我没有办法盾反嘛，力气不够要11好。刚刚说的密道是这个嘛？
这里就这样啊，到这边就没有东西了。刀枪。哦，我找了一半。问题还是下面一堆的。每个段的技能不一样。好，觉得我要杀还是要杀后面那一只，不然到底下去好嘞。好多血。一只打，拖上来打吗？好，我试试。这样的能力我没有。走另外一边用弓箭。好，又是你。气死人了，气死人了。用弓箭。
错点了啦，打过拿过可以直接跑，所以我就直接跑了吗？这我是不是应该要去另外一边捡我的灵魂啊？去捡一下好了，都看到他了，等一下再回来。对，我回不去。下面还有一条狗。王是外面那一只拿大斧头的吗？是那一只大斧头的，我要怎么办啊？看起来就很强呢。叫冷冽谷的波勒多，一个字跑，不是我觉得都在跑，这比死还更让我觉得黑暗。啊，既然要跑就跑吧。到底是谁？
我知道我要先去把那一只解决掉，不然我跑不了。哦，差一点下去了。看到了，终于让我看到了。你们拖就好了，讨厌！这个走廊在哪里啊？这边，这边。等一下，体力。喂，喂，拜！不是这边，不是这边。好，走走这边吗？啊，又有敌人！和平水好了，也已经有点少了。你灵魂才那么一点，不用执着。少下山一点，哎，那不是跟升等有关系吗？那我这个先不要用好了，反正现在既然你说才一点，
看起来超大一只的，这个真的有办法赢吗？先去上方的教堂跟阿婆讲话，OK。上方的教堂。我在哪？没有什么毛病啊！这是什么鬼东西？好像不能干嘛？我好怕！不是这边的话，那我先走回去好了。应该没有上去的路吧？哦，那边我知道了，就是那一只。分享出去，订阅千鸟熊频道，获得最新的影片资讯。谢谢大家收看，拜拜。